他说他不叫美玉。他是我的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不敢当。来，你自己介绍吧，您自己介绍。大家好。好。大家好。好。我的名字是很舒适，我来自西班牙，我是当西班牙位老师，但是也是在 YouTube 有主持一个节目，叫阿多不教美语。我们会有一个 live 的节目。我刚来台湾，对台湾的政治有一点不太熟。我大概来台湾的第一个礼拜，就有一个活动是阿扁下台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花了一整个晚上问很多人发生什么事情。包括过了一段时间，就慢慢熟悉台湾的就是历史跟政治。好，但是我不会给你们讲到福报。我今天也不会批评蚂蚁纸，因为我要跟你们说只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很多台湾人看到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不熟悉的情况，会有一点害怕，然后有一点想要避免冲突。这个跟西班牙我们爱冲突的国家相当不一样。但是这几天我看到你们觉得是不公平的情况下，对你们有影响，然后突然就是冲起来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为你们感到非常骄傲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第二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是这几天我都一直在观察媒体在说什么，然后我看到台湾媒体，但是也看到国外的媒体。在台湾媒体我看到很多人说什么这边的学生会有一点暴力，然后干嘛要这样，然后不可以这样做。就看今天看到暴力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有人在打人吗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暴力的人是我们欧洲人，你们非常文明的。第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是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阿多啊，但是我要跟你们说，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，有没有听到？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有一点职业病，然后我来自台湾，来自台湾没有，开美，来自西班牙。所以我要教你们西班牙文怎么说台湾万岁。好，非常简单，给我一起念 Viv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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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iwan Viv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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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aiwan。 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感觉很爽。